小赛罗被贝利亚抓住了，贝利亚要他教怪兽们唱歌，看吧，他正在努力的教着了，想听就给小赛罗点个赞，让我们看看他教的怎么样。小赛罗，今天你就教一首《铃儿响叮当》，就是那首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要是我回来发现你教的不好，本老大就要把你吊起来，屁股给你打开花。认为贝利亚是坏蛋的扣一一一。贝利亚干坏事刚回家，就听见怪兽们在唱歌。贝利亚，贝利亚，丑得响叮当，脑袋像个大煤球，眼睛大得像条。贝利亚，贝利亚，笨得像叮当，每天都去搞破坏，结果天天都失败。耶！认为小赛罗教的好的，可以扣三个鲜花。停停停，真难听，我打零分，重新教一首红伞伞，就是那首红伞伞别赶赶，大家一起吃饭饭，教不好我把你扔大海里喂鲨鱼。贝利亚干坏事刚回家，就听见怪兽们又在唱歌。贝利亚，贝利亚，坏蛋笨蛋大傻蛋，嘿嘿，贝利亚，贝利亚，西瓜冬瓜大傻瓜，嘿嘿，我要大告诉你，贝利亚吃晚餐，把那泥巴当饭饭。耶耶！哎呀哎呀，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要是被别人听见了，还真以为我把泥巴当晚餐了，太难听了，我打零分。大家也不准支持小赛罗。为了不让小赛罗把怪兽们都教坏了，贝利亚把小赛罗这个小祖宗直接送回家去了。然而，贝利亚，贝利亚，坏蛋笨蛋大傻蛋，嘿嘿，贝利亚，贝利亚，西瓜冬瓜大傻瓜。喜欢大宝的视频就点个赞哦。雷德王和赛罗躲猫猫，雷德王躲起来，赛罗来找，谁输了就围着这个大跑道跑一圈。赛罗师傅加油加油，我会给你光，打败玉米棒子。第一局，本大王从小就喜欢躲猫猫，我躲起来赛罗肯定找不到。大家快看，这里有个好地方，这里有块大石头，大家信不信我就藏在这里，赛罗都找不到我，要是能找到我就做1000个仰卧起坐。于是雷德王变成了一棵小树。然而他刚刚藏好，赛罗就找过来了。玉米棒子，别装了，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？以为变成小树就想骗过我？1000个仰卧起坐开始吧。为什么本大王变成小树了，赛罗都能发现我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变的树太小了，下次我一定变个大的东西，看你怎么找到我。小朋友们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一，小树太小了，二，石头上不能长树。第二局，上次是赛罗的运气好，这次我要变一个大一点的，赛罗肯定肯定肯定找不到，他要是能找到我，我就做10000个俯卧撑。于是雷德王变成了一瓶矿泉水。雷德王刚变完，赛罗又找来了。雷德王，别装了，以为变成矿泉水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麻烦你不要侮辱我的智商，这么大瓶水你给谁喝了？10000个俯卧撑，赶快准备。为什么又找到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变的水太干净了，下次我变个脏一点的。小朋友们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一，水太干净了，二，没有这么大的矿泉水。第三局，雷德王这局学聪明了，他变成了一只脏兮兮的垃圾桶。这下总不会发现我了吧？一点也不起眼，谁也想不到我真的是个大聪明。雷德王，你这个家伙真的是太小看我赛罗了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，你还是直接跑一圈吧。为什么赛罗总是能找到我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难道是因为我太笨了吗？认为我笨的就点个赞吧。哎，这么多人点赞呢。什么？托雷基亚居然在给赛罗奥特曼洗脚，原因竟然是小赛罗的惩罚。小伙伴们，觉得我厉害的一定要支持我哟。贝利亚最近特别嚣张，他学会了冰冻绝招，一招就把杰德冰冻了。他还学会了火焰绝招，一招就把泽塔的屁股烧着了。他还学会了挨揍绝招，一招就被赛罗给打飞了。本老大就是最厉害的，接下来我要消灭
灭人类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小赛罗，贝利亚又在干坏事了，你爸爸都被抓起来了。既然有人干坏事，既然有人坠入黑暗，那就让我满级小赛罗来维护正义吧。爷爷好帅好帅哦。于是小赛罗战力全开，前去找贝利亚算账。剪刀石头布，贝利亚，我出的剪刀，你出的布，你输了。贝利亚战败了，他接受了小赛罗的惩罚，他头顶一盆花，手抬两狗头，乖乖地在这里承认错误。邪恶来了他不怕，一把剪刀走天下。你认为小赛罗厉不厉害呢？一，一点也不厉害。二，非常厉害，我会支持他。自从贝利亚被抓了之后，怪兽军团推选出了新的老大托雷基亚，他带着怪兽到处搞破坏，又把赛罗给抓起来了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小赛罗，你爸爸又被怪兽抓住了。既然有人干坏事，既然有人欺负我爸爸，那就让我满级小赛罗来教训他吧。耶耶，好帅好帅哟。于是小赛罗战力全开，前去找托雷基亚算账。托雷基亚，你给我爸爸洗脚，你给我爸爸捶背，还有你给我爸爸扫地，其他没活干呢都给爸爸跳舞，要是表现得好，每人奖励一杯奶茶。本帅哥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敢拖我的后腿，让我拿不到奶茶奖励，我就要他好看。雷德王由于不喜欢奶茶，也不愿意干活，被怪兽们噗的一下直接扔出了大门。邪恶来了他不怕，一杯奶茶走天下。大家认为小赛罗厉不厉害了？一，一点也不厉害。二，非常厉害，我会支持他。小赛罗居然给本老大留言。贝利亚，你是个胆小鬼，你敢不敢到我家里来帮我写作业？只要你敢来，我就认为你不是胆小鬼。切，小看本老大的人可是要后悔的。不就是写作业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好，我明天就来，你给我等着。写吧写吧，快写，这只是一小部分，等你这些写完了，我还有一大部分拿出来。什么？这只是一小部分？我不要帮你写作业啊。我不要帮你写作业啊。贝利亚被吓晕了过去，小赛罗还对他进行抢救，最终贝利亚挑战失败了。大家认为他是不是胆小鬼呢？一，是个超级胆小鬼。二，不是胆小鬼。还有小迪加给我留言，贝利亚，你是个胆小鬼，你敢不敢来我家里，让我的朋友打你两拳？你要是不敢来，你就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胆小鬼。什么？百年难得一见？本老大可是黑暗帝国的皇帝，居然敢这么看不起我？就你朋友那点力气，最多就给我挠痒痒。我要是胆小鬼，其他人就是胆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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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鬼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我小孩，把你的朋友叫出来吧，让他打我两拳。我就是他的朋友，打你还用两拳吗？一拳就把你给打飞了。这是偷袭，这是偷袭啊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贝利亚的挑战又失败了。小朋友们，大家认为贝利亚是不是胆小鬼呢？一，不是。二，是。